下雨吗？要拿伞。是这个吗？哦，是这样，是这样，应该是。哎，你好，就我们想打印一下宣传册的东西。看着好，好熟悉。然后那个。我们有一般的 A4纸的话，就是这种单页，就普通的 A4纸。这是最便宜的，对吧？80克，这种的话才打33块钱一张。多少？3块钱一张。3块钱一张。才打，这是双面的。单面呢？单面的2块钱呀。单面不应该1.5块吗？1.5块是黑白的。看他有点熟悉，是不是张雨绮本人？对呀、啊，我们家自己能便宜吗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快摘口罩，那能便宜吗？这样子好了 ，A3 的不是5块吗？这边给你按3块，然后这个 A4 的刚才说的是3块，最低的话就是2块。你这个要不要裁切？我们帮你。我们可以自己裁。好，可以，你们太快。不是不是，你帮我裁要不要免费呢？你要跟我合张影的话，我就给你免费。干啥都行，裁，好吧，来搞定。好了，谢谢老板，麻烦你们了。你等一下，拍照，来，拍。不是拍照，先付款。人家不要照片，人家不要照片。内伤，我都很主动的去了，居然不是人家不要。快点，回家啦。